为父不再需要你的忠告，但你的内力，为父便笑纳了。大贼，还没死。说过，杀不死我。杀你一次，就能再杀你第二次；朕能夺你一次功力，就能夺第二次。不对，这不可能！这内力，你这是哪来的内力？这可能是你的！来呀，吸呀，撑死你！松手，松手！李兄所说的时机快到了吧？快是快了，只是松手！这内力爽吗？你给我！也许从戴上面具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死了，于我而言生与死还有区别吗？徒儿这辈子就这样了，逃不掉的。师父，你们撑着我走过了那么长的路，也该到此为止。既然这世道逼着人非黑即白，从今以后，那些最黑暗、最不堪的国宝，我一个人背。